畫均係冇進化。嗱，我甚至乎聽到有啲法律界嘅人士話，成間圖書館佢都可能覺得話，喂，依家好似覺得我哋嗱，你又好想問我上海啊？喂，我覺得可以講係好快嘅，好快嘅。如果大家有，我相信成間圖書館話，其實有案件打。有案件是畫過，不過對象是美國的啫，係嗰間印度嘅案件。裡面其實係講得好清楚，關於大家剛才講嘅，例如其實講法庭嘅把關，好聚焦，甚至乎係罪行嘅相應性，唔係話嗰度有某個地方覺得有犯咗罪，擺落嚟香港就有個移交，唔係嗰個罪行相應性係擺落嚟香港，都要喺香港真係有個相應嘅刑事喺裏面先得。所以要解答到一個問題，就係話可能某一個唔可能某一個地區俾唔到話有一個罪行所話喺嗰度犯咗一個法，話佢係嗰度犯咗法，擺落香港根本都唔係一個刑事罪行，亦都唔成立咁。俾少少資料大家嚇，李家超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話過，我哋正式資料佢做咗八宗未同香港邊境接壤嘅國家或者地區啊提出嘅逃犯移交嘅申請。我都想問翻周浩鼎嗰邊長啦，係八宗啊，唔知道其他單啊，總之就佢接咗八宗。咁但都想問翻周浩鼎，如果台灣真係唔接受，咁變咗台灣睇完之後佢話啊，我都係唔要求香港人做。嗱，咁成件事咪好似為咩咁樣？我其實咧就有一樣嘢同佢冇唔同嘅，就係我亦都表達過，我其實有好失望咧，就見到我哋香港有啲本地嘅泛民主派人士咧，就走去特登走去台灣話教唆人哋叫人哋反對今次呢個移交安排，我係好失望嘅。呢個係對個家屬好唔公平。你講緊邊個人啊？有你講出嚟啦，我哋講出嚟啦，唔緊要啊，大庭廣眾係嘛？你係議員，我係議員。我哋向公眾交代噶嘛？邊個教唆台灣講做呢樣嘢？係嘛？如果係咯，咁我去講，你話我教唆，邊教唆我？喂，佢好簡單啫嘛。喂，你同台灣去討論，你講緊個教唆咧，好嚴重嘅指控嚟㗎。好，唔係你唔係教唆乜嘢？你去反對人哋咁嘅交流，反對乜嘢？我叫香港政府同台灣快啲去傾啊！好，我周浩鼎。好，我哋下一次翻嚟再講呢個話題。好，呢位先生，我哋坐翻低先。黑色帽呢位先生，黑色帽呢位先生，你再起身，大家我就要去離場噶啦。我已經講過，呢場係唔明嘅手勢俾我見到噶啦。你係要繼續咁樣嗎？我希望現場嘅工作人員幫我睇住呢位黑色帽嘅先生。哎，咁多水啊，真係孟加拉，你真係。喂，真係嗰個細路話坐喺出發，自閉症患者，自閉症啊，病患者坐喺出發，都係對自閉症啊，要高。我所以話，因為自閉症患者唔肯喐啊。嗰邊得唔得？因為自閉症人士，我冇所謂啊，我坐住啦已經。一個，喂，我一個，因為我個肌肉痕嘅。我明白，明白，我明白，我自己啊，你都濕曬啦，我濕啊。後面呢幾位？爸爸，你們坐下，咁樣真係好慢曬我哋離場啦。好啦，我坐先做。嗱，我坐。工作人員幫我睇緊事故，我話我大家非常之困難。現場嘅工作人員，無論係我哋講話嘅員工，或者係保安嘅同事，唔該同我控制下啲秩序好唔好？我點解唔嚟投資啊？希望大家積極啲幫我控制翻我哋隊伍好唔好？哇！真係爆，真係爆！呢份我收咗佢啦，你唔好話，我覺得就呢個都唔好。即係落雨莫化鬚於前，睇嚟下人啲工作人員都係。用皮肉幫你揾錢，就俾妓女高級點解啫？即係用皮肉體力幫你哋做嘢，但係佢道德啊，比妓女高級好多咯。唉，真係，但係比妓女高級好多。哇，做啲嘢人哋都係攞肉體唔係皮肉幫你做，但係比高級好多。邊個粗口？但係比高級好多。Thank you.
唔係馬志啫，蘇宇慈。我女士，我女士係咪口供咧？仲係收埋？OK， 我哋
上嚟講咧，就有啲人啱，有啲咧就係將嗰個實際上嗰個情況嚟講得少。咁但係魔鬼會幾多樣嘢？首先我想有幾個解釋，一現行嘅條例咧，根本香港嘅條例已經有權係做一個單次性嘅協議嘅，係可以咁樣做。唯一唔可以做咧，就係將不論係單次性又好長期嘅協議，移交俾內地。呢個係唯一嘅一個法，咁所以話要改例令到其他冇得補償嘅嘢，你可能可以交呢樣嘢，根本點解可以做到啊？但係依樣嘢香港個法庭把關，但係香港法庭把關到啦，香港法庭可以做到嘅嘢，但係乜條例裏邊係唔夠嘅？法庭可以做嘅就係睇下你本身嗰個控罪本身係咪一個已經係主要控罪啦，嗰個刑期係咪最低嘅？將嗰個刑期12個月以上改為只有3年以上。但係而家現行制度裏邊咧，就係講話嗱，個文件咧一定就要係由要求嗰人嗰個地方嘅法庭或者係一個公權機構，就係嚟到確認嗰個文件係真嘅。Thank you.
根本佢個關注度都未上到嚟，已經拍案，已經諗住話要去呢個立法會要審核嘅喎。咁會唔會係其實根本呢度其實佢個關注都未到好高嘅時候已經輪拍啊嘛？咁我係冇聽到喎。好，唔該曬，好，交俾黃議長。嗱，咁首先我要強調啦，我哋呢一家作為政治籌碼，佢達到自己嘅政治目的，佢將事件政治化，希望尊重死者同埋家屬，係對佢哋造成二次傷害。點解？點解你咁講咧？你如果係尊重呢一家屬，點解開場記者會搞咁大龍鳳，佢將成件事擺到上網政治化？就係想大家關注呢件事。唔需要啊！你咁樣係對自己家屬好唔尊重。第二，頭先啊，周永利所提到張宇忠傑啊，我哋個老嘅都知道，下面知道同埋我哋嘅事務，即係法律事務。如果依家收地將呢個商場移除咧，其實已經唔係立一時嘅原則啦。唔通建制派你覺得商業犯罪就唔係犯罪？好，大家都係關心商業犯罪嗰個，交俾大家睇咯。你好啦，我咁樣理解一件事咧，我哋即係我諗最核心嘅問題就係依家有人可以就草走數，之後。簡單一啲，如果我係生意合夥人點啊？我係生意合夥人，有人自資幫我阻攔生意搞到旺啊嘛。但係假如我合夥人覺得香港唔適合投資嘅，或者鑑於政治環境，我出少咗啲豉油，執住只雞投資嘅，市民會吸引啲客人嚟幫襯啊？你咁樣諗啊？簡單，如果我是合夥人，我同我合夥做生意，香港投資環境不好，我撤資啊，阿蘇主持，我點樣做生意啊？我希望大家發言之前，起碼都組織下你講乜嘢，你想表達啲咩意見先啦？頭先嗰五樣嘢，你點都有啲意見啦啩？我是合夥人，時間好有限嘅，可能佢哋。做兩個鐘添，大家可以暢所欲言。我投訴啊，我英文版投訴啊 ，English grammar 版投訴啊，我 English channel 投訴啊，我投訴有用啊，我投訴有用，你投訴啊。喂，蘇主持，咁我做生意，我希望香港有錢揾啦，打開道門，唔會俾你講客啩。講粗口係咪？又要我花時間處理，即係大家唔可以珍惜呢咁樣嘅發言機會咧。你都又要講粗口。嗱，你香港做，咁有咩意見啊？你跳過。係咯。你來來講話會講粗口，咁啊知依個話題咁咪先，我唔得氣知啊，不過佢都知依個話題咁乜嘢，因為我係做生意合夥人嘅，你咪講客啩，我開。嗰個問題得唔得？好啦，時間好有限啊。趁休息嘅時間。我實在冇辦法喺頭先嗰。咁你可唔可以直接啲啊？你直接講我方係乜嘢？係啊，你講清楚，你點講係乜嘢啊？我下次希望我。多謝。多謝。